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慈信，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与神学有约系列。这次讲的主题是旧约中的基督，用的书是解开奥秘。我们这一讲呢，我们继续第一章里面的经文的查经。我们来看查经的第十八条问题，经文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另外是生命记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还有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最后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问题要问的是，上帝为什么禁止以色列民拜偶像？上帝为什么禁止以色列民他们不可以拜偶像？请注意，神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形象这个字和偶像出自同一个字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请解释这句话，上帝的形象是已经存在的，就是说已经有上帝的形象了。谁是上帝的形象呢？注意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的。好，上帝为什么禁止以色列民拜偶像？上帝的形象已经存在，谁是神的形象呢？我们来读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生命记第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一天，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上帝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的缘故向我发怒，我是指摩西，岂是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指的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上帝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火，是祭邪的上帝。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这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最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我们来看上帝为什么禁止以色列人拜偶像。首先，出埃及记的十诫第一条诫就是耶和华他自我启示了，我是
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上帝的十诫里面禁止以色列人用偶像来拜他，上帝要以色列人直接的尊他为他们的上帝，他们的主。到了申命记第四章，这里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快40年了，摩西在摩亚平原做最后的劝告，重新的或者重申神的律法，所以叫申命记。这段经文呢，有给我们很多的教导。摩西说以色列人要分外的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从火中对他们讲话那天呢，15节，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那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声音，接受到耶和华用手指所写的石板上的字，但是没有看见形象。这个第一件事情，神选择了不用形象来向人启示他自己，用的是他的声音和他写下来成文的话，神亲自所说所写的话，而不是用形象。这个是神智慧的计划。那下面就说了，当以色列人假如他们要雕刻偶像，不论是男人的像、女人的像、走兽、飞鸟、爬物、水里的鱼、生浮、日月星等等，假如雕刻这些的像的话，是败坏自己，所以神禁止用任何的形象，就算是用人，人是神的形象，不论男人女人都不可以用这个神的形象人来做敬拜的对象。上帝就是不要人用任何神所造的人、动物、飞鸟、鱼、甚至乎日月星辰，神不要人用被造物做形象来拜他。而且神是会发怒的，摩西不听神的话，第二次击打磐石，而不是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就不能够进迦南地。第24节，神是烈火，是忌邪的，所以神不容忍人心里面有任何的劲敌取代了神在他们心中、神在他们会众中的独一的最尊贵的位置。神不容许任何劲敌取代他的地位的，其中就是不可以用任何被造物的像来代表神作为敬拜的对象。神的形象与偶像是同一个字，谁是神的形象呢？哥罗西书第一章15-16节说，爱子就是圣子，就是时候满了大成肉身穿上人心的耶稣基督。爱子是那不能见的上帝的像，这个像和形象是同一个字。神他自己是不能见的，但是爱子穿上了人性，是能见，能听到他讲话，能看到他行神迹，能感受到他在地上与人的关系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手生的，这个手生不是父母亲生那个生，是圣父在永恒里，就是子的父。这个生这个字呢，和母亲生应还是另外一个字，手生的就是不是圣父创造的。马上就说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耶稣连神创造的第一个被造的都不是，因为他是创造主啊，所以耶稣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不单单以先，而且是一切被造的创造主，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的等等，一概都是借着他而为他而创造的。好，我们看到原来呢，神在永恒里创世之前就有这个形象，就是爱子、圣父、圣子
圣灵。我们可以说圣父、圣子、圣灵。第二个位的圣子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道。这里呢，给他另外一个称呼，就是神的形象。那这个跟亚当夏娃是神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在三一真神神格神里面第二个位格，他特别的角色是要彰显那个不能见的父神，所以他是父神的像。特别当时候满了，他穿上人性，道成肉身。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真形象。耶稣基督是神，他是创造主。亚当是人，是被造者。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像，亚当也被称为神的像。但是亚当是一个被造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呢，神说你不可以按照这个男人女人用这个形象来做一个敬拜的对象，做一个偶像。那耶稣基督不一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他是神，所以理所当然我们应该敬拜他。所以神的形象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谁是这个神的形象呢？就是圣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当然我们也读了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人呢是神，特别是圣子所创造的，也称为神的形象，但是这个是在被造的有限的仆人这个地位做神的形象。查经的第十九条问题，经文是出埃及记第25章10-22节，希伯来书第9章11-14节，参考希伯来书第8章。我们先来听这些查经的问题。约柜上面就是施恩座上面或者前面是没有偶像的，约柜上面施恩座前是没有一个神的形象的，为什么没有呢？谁是藏在施恩座前呢？谁每年一次代表上帝子民的罪孽进到至圣所呢？好，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第一段是出埃及记25章，这里呢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做这个约柜。第15节说，这缸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26节，然后到了第16节，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面。17节，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金子做的，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婆，就是两个天使，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啊。所以这个施恩座这个约柜的上面呢，安着两个天使，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要结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连在一起在施恩座的上面。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他们的翅膀是在开的。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他们面对面朝着施恩座，翅膀是展开的。21，又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整个施恩座呢就放在约柜的上面安置好。又将我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面，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约柜呢，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里面有神的律法，上面有天使做见证，看着这个施恩座，就是神同在
神向摩西讲话的象征。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或者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那这里说耶稣基督来到，他做大祭司是关乎永恒的事的，将来的事的，就是永恒的国度里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经过那个更大更全备，就是天上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是永恒神的国度的大祭司，进入到天上的帐幕或者是圣殿，进入到父神的面前，不是用牛羊的血，是用他自己的血，一次过他死的时候就进入到天上的圣所，成就了赎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救了那些得救的人。在地上的牛羊的血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就是被分别出来，象征了神的赦罪，何况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大能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父神。你看啊，这圣子有圣灵充满他，献给圣父，这样子满足了圣父圣洁的要求，满足了圣父对人接着他的律法对人的要求，圣子满足了父神的要求，他的血是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罪，好叫我们服侍那永生的上帝的。那这个是约柜施恩座或者说整个至圣所所象征的，或者说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进入到不是地上的帐幕或者圣殿，是进入到天上的帐幕或者圣殿，就是来到父神的面前，为我们具体的真正的一次过的赎了我们的罪了。还有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很丰富的教导。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就是耶和华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你看到哈，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已经进到天上那个神所建的真帐幕里，地上的帐幕圣殿都是天上的一个的模样而已。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按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地上只是影子，但是毕竟的经常的要做，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地上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建帐幕，按照山上神所指示的样式，
而在山上神所指示的样式呢，是按照天上那个真的帐幕的那个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就是比大祭司献祭更美，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是做那个新的约，整个约到的顶峰的时候，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有的约都有神的应许，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些的约的整个的顶峰，那个最丰满的那个阶段，最丰满荣耀的那个版本，更美之应许立了更美的约。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这里不是说旧约有什么瑕疵什么缺点，而是说旧约就是还没有到新约，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所以还没有一个一次过的永远的具体的赎罪的成就。第八节，所以主就是耶和华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有说，那些日子之后，就是他们犯罪，我审判他们，他们被掳被放逐，又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这些日子都过了，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不是刻在石板上，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就是约的核心的意义。神说，再一次说，到了那个日子，我最后一次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段先知的书是出自耶利米书第31章31、33和34节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更伟大的祭司，根据神更大的应许设立的最美的最大的约。好，我们回到查经的问题，为什么在神座前没有像呢？因为神不要人用形象来敬拜他。谁常常在神座前呢？答案是基督婆常在神座前，两个天使看守住。谁每年一次代表神的子民的罪孽进到至圣所呢？答案是大祭司。有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有天使见证，但施恩座前面是没有像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施恩座是一个象征，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施恩座。罗马书第3章24到25节，这段经文呢，有一个字是不容易翻译的。罗马书第3章21节到25节，有一个字是不容易翻译的。前面21节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但是有律法和先知有旧约为证的，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挽回这个挽回祭。第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挽回或者平息父神的愤怒，父神对罪人的愤怒，耶稣基督挽回，不是挽回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到他的国度，乃是挽回父神的愤怒，从愤怒变成对那些信他的罪人对他们的慈爱、赦免、称义，承认他们是神的儿子等等。好，这个是挽回祭的第一个意义。挽回祭这个字另外一个意义呢，恰恰就是施恩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施恩座。施恩座是空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才是真施恩座，至少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成就了、实现了施恩座所代表的那个事实，就是人悔改，神赦免。所以施恩座是空的，没有形象，是留给耶稣基督的。